记得好像有听说过，你中了蓝瓦的那个刹那，再去合红瓦，听说会中红瓦哦。哦喽哦喽哦喽！好的，我来看一下要买什么箱子。圣水我应该会买两箱啊。甘特的凭证，好，这个我跟大家做分析。这个也是一样，买两箱。期待加码，加什么码、啊？要加什么码了？干，凌晨12:21要加什么码？加码点红枪，太早开台了。不是，这时候开台比较少人。不过我上次经过上次的教训之后，我发现凌晨还是很多人都不睡觉的，所以我现在也不太敢下什么 flag， 你知道吗？我们今天就44箱就差不多了。44箱，我可以做这个啊，阿努比斯的裤子，才有个200多箱，靠北，我以为24箱哎，我想讲那小哎，300多箱，哦，蓝卡可以换蓝卡哦，18加18，78箱，干都帮我算好了呢哦，你们很聪明的哦。然后等一下再冲红变，对不对？我知道嘛，对不对？干的，我都帮你们想好了，我先抽了。我们搞不好等一下就抽到紫变啊，对不对？干，有够吵的，直接回去等一下。我开了一箱了，靠背，我是要回卷好不好？挑战高桥名人6连击手速的消极。有个蓝色的有个蓝色的啊，五官长靴，拎哪儿干？真的，大家，我是试机率给各位看，你们真的啊，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啊！啊，我们去兑换了啊，变身换。就刚那个当肯在弄，那几率就有够低的了，我就不会觉得说会有什么好东西了，我就这个这干整个就是一个放弃的概念了，你知道吗？都空气箱哦，对啊。谢丽，这次我好像没有谢丽我好像没有体力回复2+2竞技组回避+1伤害减免+1哇！妖精盗贼，有这命中加一耶！这都蛮不错的，蛮补的。黑暗妖精守卫，金鱼命中对我没有用啊！药水恢复力加一耶！干，真的蛮不错的。我有4张蓝变呢。我有4张蓝变呢。我好像懂了什么喽，我干在右边其实刷一排嘞，合起来了哦。对啊，我好像懂了什么。我先看一下娃娃看一下。我有4张娃娃了我好像又懂了什么喽。大家知道该怎么干了哈？对，1波7刷过去了，没有问题。来了，我们先弄个娃娃好吧。快，你们先蓝瓦。蓝瓦，我记得好像有听说过，蓝瓦中的时候，你中了蓝瓦的那个刹那，再去合红瓦。听说，我是听说，我不知道哦。听说会中红瓦哦。1波7刷过去，来了。注意了这是都市传说，我们为各位实测就是那个蓝色闪电一出来的时候就弄下去喽，来喽，谢谢丹肯，应该要来喽，丹肯刚帮我们当祭品是不是，来喽，各位观众，
哦啦哦啦哦啦哦！干得好！我刚才说就是都市传说嘛，传说你懂吗？传说，听别人传，从他嘴巴传过来说出来，叫做传说。骗笑诶！前面我隔太久，屁啦！干，有人出吗？没有啊。没有啊，我没有当祭品啊，我迟疑了，要直接上，还有这样的、哦，好，那我再试一次。有人说我迟疑了，好，我们听各位的意见，来，我再试一次、哦，我们要迟疑哦，我等下就直接按哦，我等下只要中的话就直接按哦，我先看会不会中蓝的哦，注意哦，来喽。千万不要迟疑，我刚好听到了，不要迟疑，不要迟疑。刚有人说不要迟疑，等，不要迟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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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一二三，三四，不要迟疑哦，合咯，我合咯，我合咯，我刚没有迟疑哦，我刚没有迟疑哦。听说合到蓝变的时候，瞬间去合红变，就会中哦。我哪有迟疑，这样哪有迟疑，这样没有迟疑吧，还是太慢，没有啊，现在已经卡了，就已经定案了、啊、什么迟疑，什么话太多，来哦，各位观众，哦啦哦啦哦啦，干掉啦，我哪有迟疑啊，我没有迟疑啊！再一次，我没有迟疑啊！我老迟疑，断开按出去就没了，关掉重开就没了。等一下。狂，不对，林边啊公开，林边啊公开时阵，创我家己咧创啥，我都唔知呀、啊。干我忍不住了，干我真的很不想来，这是你逼我的，这是你逼我的，哎，无搞呢啊！哇，你老靠你妈我嘞！不要拉我，不要拉我 ，Don't kill me, my dog you！ 哇，你老靠的我无法忍耐，不要拉我，我先讲不要拉我 ，Don't 拉me 哦！已经枪手了你呀、啊，不要拉我！现在没有人。可以拉住我 ，Nobody can kill me，OK？、Okay? 不要拉我，不要拉我，没有人可以拉得住我。现在的百姓没有极限，一波气刷过去，刷到他捏捏看不到。有人刚刚说我迟疑是不是？我现在就要迟疑，怎么样？就喜欢看到观众一波气刷过去，你怎么样？你打我啊！有种你给我中红变来干！你哪靠嘞？中红变，我跟你讲，精华的精华，我再剪一步，我再送一单，怎么样？我就呛你，橘子不会给红变，怎么样？不用攻守，不用攻守，我就呛你啊！你换实况主，你跟他抢了不？吧。就是哇诺啊！我是祭品是不是？世界品已经有人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没看到，我没看到。
要了一波气刷过去，我会在节目精华再给大家留一次。林老高，我就说他不会给啦，安诺啦，怎么样？打我脸啊，干得好，林老嘞！来啊，来啊，安怎啦？安怎啦？阿不是笑着你啊？好啦好啦好啦！拍谁啊？我就说你不会给啦，安诺安诺啊！他们就怕你啊！他妈就很凶的哈！啊！春节的难变啦，安诺。我来干就好了、哦、还有娃娃是不是、哦、OKOK、OK, OK、没有我刚刚说红变哦，红娃是没有了，干你不要以为官方你想来这一套， 我不吃你这一套哦，这个干我跟你讲十之八九会中红变，但是我没有说红娃我会送一单哦，我就是玩他橘子怎么样啊，我要红变啊，我什么时候我要红娃，我要红变哦啦哦啦哦啦啊！果然不能呛官方啊！看呐、欸，我、哦，他给我一个棒球恐龙啊，干什么？好了，我们一样照样玩他，好不好？我最喜欢他妈的玩橘子，真的，一样哦。给玛利亚来，听清楚了，我的游戏规则又是这么玩的、哦。如果你这次跳三有没有哈、哦？假设啦，给玛利亚，你这一次跳三呐、啊，好不好？3.5%的几率啊。我一样照样送观众一单，怎么样？啊？吼、哦、吼、哦！上帝说你有人打你的右脸的时候，有没有？左脸也渡过去给他打，好不好？我们上三的话，就是一二三，好、哦，第三的话，啊！平民百姓抽奖送一单，我很想送啊，看你的表现啦、啊，干嘛你呀、啊？一波气刷过去啊，各位观众！哦啦哦啦哦啦！呵，你跳太久了吧？妈的！我点击画面上，呵 ，K。小孩子要哭啊！一单呢、欸，干老师哎、欸，这打我脸，你娘哎、欸！啊、哦，3.5%的几率，公司你辛苦了啊你啊！哦，今天右脸打完打左脸呢、欸，看今晚精华又一单呢、欸，干又打脸了，干我今天不知道要不要笑还是要哭呢？我干得好呢。我哭笑不得，哭笑不得，我又能如何走的理由竟然能假设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右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喜欢订阅旁边的铃铛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。记得分享给你好朋友，我是平板星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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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